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Keith TV。今天我要来做的是布丁，一个巨大的巧克力布丁。失败了，我本来以为会成功耶，里面好多结块耶，是我煮的时候没搅拌均匀吧。而且这个布丁啊，做出来应该是很美的长方形，结果现在变成了这样。好可惜哦，一整盒的巧克力牛奶。大家在家也可以试试看做这个布丁，成功的话把秘诀告诉我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